近日，陈建州在网上晒出周杰伦帮自己理发的视频，音乐天王摇身一变，变身成了发型师。拿着剪刀的周杰伦十分专业，对着坐着的客人左右打量。不只是陈建州，周杰伦还为昆凌的造型师剪头发。照片中，周杰伦正在营业中，理发店的老板娘昆凌坐在一旁，嘴角带笑，甜蜜可爱。看来是对自己老公的技能很是满意呢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